嗯，行啊，然后咱咱们接着说啊，大家就是一定啊要保持咱们一个注意力的集中啊，不要去玩手机啊，因为我在新家班的时候啊，就是我经常会提醒同学们千万不要玩手机，因为可能你落略过了一个知识点，后面你所有的就都听不懂了，也就是说我们前后啊是有连贯的，大家一定在咱们上课的时候啊保持一个高度的集中啊。 然后咱们刚才啊，是不是说了这个自然函数啊？自然函数就是一个解释啊，什么样的参数跟我数据组合完之后啊，恰好是我的一个真实值。然后呢，我又提出来另外一点什么？ 一推出另外一点，另外一点就是一个对数自然。那什么又叫做一个对数自然呢？哎，这里啊，为什么引入这个东西啊？咱们先来说一下这块，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一个累乘？这个公式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公式的意思啊，就是说我进行了一个累乘，在我的累乘当中，我做一件什么事啊？哎，从一开始到 m，哎，从一开始啊到 m 什么意思啊？ 也就是说，现在呢，我会整体的考虑所有的样本，在咱们的数据当中啊，是不是说，我说我的 c 的参数要跟数据进行组合，那这个 c 的参数只满足于某几个样本就可以了吗？这显然是不可以的。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考虑，进行一个整体的考虑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考虑我的一个数据啊，哎呀，它第第一个样本能能满足，第二样本能能满足，要看所有的都能不能进行一个满足。 然后呢，咱们来看啊，这里我引入了一个对数自然。那什么叫做对数自然呢？咱们上面看到的一个问题，这是累乘啊。累乘是什么问题啊？咱们可以想一堆数啊，比如说一加到一百，我说让你给它进行一个相加，你可能很容易算出来了。那我说一到一百你进行一个累乘，你还能给我算出来了吗？这就很难了吧。 在咱们机学当中啊，也是，就是说，当我们进行一个求解的时候，加法问题很容易进行求解，但是呢，乘法问题这就太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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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太难了啊，很多个太难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咱们这里边引入了一个点啊，叫做一个对数自然。所谓一个对数自然啊，就是说，咱们现在来看一下我的一个对数。 比如说啊，现在我的一个 log a 乘上 b 等于什么？log 一个 a 乘上 b 等于什么？等于我的一个 log a 再加上我的一个 log b 吧。 也就是说呢，现在当我通过一个对数的时候，我可以把一个乘法转换成我的一个加法。现在啊，就是说我把乘法可以进行一个加法转换。这就是说，在这里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一个自然转换成一个对数自然？在这里呢，我们来看，原来是一个 l c 塔表示着我的一个自然函数。现在呢，我给它转换成了一个对数自然，转换成了一个前面多了一个东西，多了一个 log 项。为什么多 log 项？因为我要把我的一个计算。 算进行一个简化，进行一个简化的时候，咱们来看。 进行一个简化的时候啊，里边咱们来看，里边啊它是一个根号下二派西格玛分之一，右边还是没变吧，只是在我前面加上了一个对数。那现在加上一个对数之后啊，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是什么？我现在得到的一个结果啊，就是我的一个，就是得到一个结果，我就可以把它的一个乘法转换成我的一个加法了。咱们再来看，现在我把上式进行一个展开啊，上式进行一个展开，log a 乘上一个 log b，啊 log log a 里边乘 b，我们是不是说把它变成一个 log a 加上一个 log b 啊？在这里咱们来看，现在我给它进行了一个化简，为它进行了一个化简完之后啊，咱们现在看是不是说它就变成了一个加法了？在我的一个加法当中啊，我的样本是从 i 从1、e、开始还是到 m 的里边呢，它就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啊 log a 再加 log b 再加 log c，只不过说啊 a、b、c 就是分别是我右边的这样的一个式子了。那现在呢，当我进行了一个化简化简完之后啊，我们还可以。 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化简。我们看里边什么？里边首先来说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对我来说，好像这是一个 a，然后呢，里边是一个 e 的 x 次幂。那这不又是一个 a 乘上一个 b 吗？在外面啊是一个 log 啊，里边是一个 a 乘 b，那它转换成什么了？给它转换成了一个 log a。 再加上一个 log b 嘛，也就是说啊，在这里我可以进行两步的一个化简。第一步，我是把乘法转换成了一个加法。第二步呢，我在 log 里边又对咱们的完整表示再进行一个展开。那咱们来看第一步 a 里边，a 里边涉及到我的参数吗？跟 c e t 没有关系吧？所以说呢，它对我来说啊是一个常数项。常数项什么意思啊？对于每个样本都去算这样一个常数项，一共 i 从一、e、开始到 m，m 样本，所以说我算。 算 m 四不就可以了吗？m 四啊，算完之后，咱们现在得到的一个结果，m 倍的一个 log 啊，根号下二派西格玛分之一。后面呢？后面咱们再来看我的一个，这是我的一个 b 吧。 我的一个 log b 啊，咱们再来看，我的一个 log b 等于什么？这是一个 e 的 x 次幂，一个 log 的 e 的 2, e 的 x 次幂，我可以直接把这个 e 给它省略了吧？直接啊，给它省略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我最终的一个结果了。相当于啊，直接把上面这个式子给它落下来就可以了。落下来啊，咱们再来看，现在呢，我得到了一个西格玛方分之一，这块呢得到了二分之一，当于什么？二倍的西格玛方，我直接的给它落过来了。落来之后啊，咱们来看为什么。 把它拆分了，拆分成二分之一，2, 拆分成随马分之一啊，2, 因为呢一会儿啊我要用到二分之一这个项啊，咱们就给它单独的给它拿出来了。 单独拿出来之后啊，咱们现在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，我们来看右边式子，照样给它落下来了吧？照样给它落下来之后，咱们现在得到什么？诶，刚才咱们回味一下，我说的什么？我说的是一个极大自然估计吧？让我上市啊的一个值，它是越大越好的一个越大越好的值，怎么样进行一个估计呢？咱们来看，在这一块儿，我让它的一个概率是越大越好的。那这里咱们来看。 左边这个式子，我认为它是一个 a；右边这个式子，我认为它是一个 b。对于啊这个 a 和这个 b 来说，这个 a 它首先来说是一个恒正的吧，m 是一个正正恒正的那个里边呢也是一个恒正的，所以说啊 a 它是一个恒正的一个数。那对于我这个 b 来说呢，对于我这个 b 来说，这块是根号方二分之一，2, 这也是正的；右边一个平方向也是一个正的，但是呢。 前面有一个负号，说明什么？左边是正数，右边也是一个正数。我的一个正数减去我的一个正数，那咱们的值是什么？咱们的值要让它越大越好，那怎么办呢？让这个 a 和让这个 b，a 既然是一个恒正的，我只有让这个 b 它越小越好才可以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呢，我们终于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：对于我右边这个式来说，一定让它的一个值是越小越好的。 在这里啊，咱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了，前面的式子我不看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个常数啊，一个常数项对我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任何影响的。所以说呢，咱们现在啊，只需要把我右边这个式子拿出来。 当我把右边式子拿出来之后啊，我们来看西格玛方分之一，它是一个恒正的，对我结果会产生影响吗？不会的，西格玛方分之一也落下来了。所以说啊，最终我得到什么？最终啊，我得到的是二分之一。右边什么？嗯、呃，咱们进行一个累加和，哎，从一开始进行一个 m。右边呢是我的 y 减去西塔乘 x，外面是一个平方向。那现在我们得到什么？现在我已经接近我最终的一个结果了。我引入了一个变量叫做一个 j 西塔，C, 我的一个 j 西塔。C,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目标函数。我的一个目标函数啊，说白了就是说，我要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优化，最终的一个目的，最终的一个结果应该是等于多少呢？那现在啊，咱们来看我最终结果点什么？二分之一，我的。 我的一个真实值减去我的一个预测值，那这个东西啊，我们管它有有一个学名叫做一个最小二乘法。刚才给大家推导一下，就是在线性回归当中，我们的一个最小二乘法是怎么样来的？咱们的一个重点就在于为什么要引入我的一个自然函数，为什么要对自然函数进行一个 log 变换？在进行 log 变换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要让最右边的式子让它越小越好？讲到的这个三个点都是面试或者说咱们笔试必考。 好的三个点，如果说谈到了现行回归啊，必问的就是这三个点，所以说。 大家啊，肯定要去掌握的。为什么这三个点是怎么来的？其实呢，我也可以不讲前面式子，就直接给大家给他引入咱们的最小二乘法是什么意思。但是呢，直接引入咱们最小二乘法，很，一方面来说，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去做？而且来说，咱们凭什么你的一个数据来了就能够用最小二乘法去做？你可能知道，就是说我用最小二乘法能去做，但你不知道最小二乘法为什么能套在我们线回当中。咱们是实际一步一步用我的自然函数来去估计的。为什么自然？ 函数呢越大越好呢，因为在这里我们强调了是让。 预测值成为真实值的可能性，那预测值成为真实值的可能性，当然它就是越大越好了。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目标函数，有了目标函数之后啊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不啊就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了。有了目标函数之后，那什么样的西套能够使得我的右边这个式子的值越小越好呢？这一块为什么是越小越好啊？咱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把上面式子给它直接拿过来就可以了。